四川57岁的肥肠粉西施张大妈，在成都身价近7000万，凭借一碗肥肠粉和一个闺蜜，称霸当地33年头。19张桌子的小店，每天要做199桌，靠3项铁的纪律，生意每天都红红火火。一，每天快速摆满5000碗，加入秘料19味，需一气呵成，中途不可休息。二，一锅必煮200斤肥肠，一天18锅，在大锅中需熬，熬至90分钟后出锅，急速降温。三，无论时刻排队督促，每碗粉均要放足，煮粉时间必须39秒，上提9下，下沉11下，整个过程少一样都不可以。就准备吃干净肥肠粉。嗯，哇，有惊奇啊，一咬盆毛油里边，哎呀，嚯，这小味儿真邪乎啊。这是多少，这粉能跟肠能搭配出来。嫩滑啊，还是得这个很带劲的。哇，不能用米糊来说了，彻底沦陷了。这小味越吃越上劲儿啊！这锅盔能往这里放着吃吧？还有这种吃法呢？香米糊了，成都舒坦。上午7点开门迎客，食客抢位，量富而食。每天下午2点就有人去排队。